华人班授课。各位华人同修，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在今天9月13日，好，我们正式进入易经风水。我先将风水的法则啊先来讲解啊，然后和易经一起合二为一。因为要讲风水，必须要懂得易经的道理。若是我们只讲风水，不懂易经的道理，以后啊，这个风水的法门啊，它是多元化了，多变化了。尤其风水学和宗教也是息息相关，和人文思想也息息相关。所以风水学呢，啊，在我们中华民族啊，中华文化里面呢，啊，占了很重要一席之地呀，啊。啊，所以风水学呢，若是我们悟了以后，啊，一个道理通了，所有的道理我们也就啊很透彻。啊，曾经一位大菩萨，啊，他已经90几岁了，在苗栗。啊，他从小到大都在拜佛，一直在拜佛，拜到70几岁的时候，他突然悟了，他身上的风水啊，啊不好，啊，所以啊，他才在拜佛的时候气喘如牛。气喘如牛，上气接不下下气，但是他又很喜欢拜佛，拜佛起来呢，让汗全部流出来以后呢，好，他发觉整个身体上很舒畅，他就悟到，哇，这就风水了啦，让我的汗流出来，这是水，让我的毛细孔张开了，能够能够呼吸的大自然的新鲜空气就是水，哦，他就认真拜，啊，他也是很勉强的，啊，一直把自己的身体压下来，啊，他有一段时间呢，他很勤的拜，早上、中午、晚上都拜，好，啊，拜到中午拜了就中暑就昏过去了，啊，昏过去了，好像一位老公公啊。拿着拐杖，就像昨天竹霄，拿了一张弯弯的像拐杖的那一只给我了，好，拿一个拐杖呢，头就把它敲上去了，啊，戆多爹，糊涂徒弟，中午怎么可以剧烈运动？中午怎么可以强烈的拜佛？因为中午是心脏、天地二气接在一起的最巧妙的时刻，若是中午一直认真拜了，将我们的身心脏和这个阳光，而且和太阳完全地球成一直线的时候，那时候心脏会点屁啊，哦，他起来醒起来了，后来每天早上晚上拜佛啊，90几岁了还很健康，他也将身体上的说体会到，身体流汗就是水，啊，让毛细孔呢张开来就是风，风水风水，啊，所以这老菩萨呢，啊，在苗栗地区呢，他发个愿，他要带人家拜佛，好，啊，拜到死，即使拜拜趴在这个拜殿上死掉了，嘿，他这样这一刹那，佛绝对能引接引他到西方。你看，这是有智慧
啊，所以风水啊，范围很广，风水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风水，啊，只要我们了解它的道理，啊，我们就不会说风水是迷信，或者风水是怎么样的，我们每个人都少不了风水。好，那么风水呢？好，它好演绎、演化，风水学演绎、演化，就从这个《易经》啊，无极、太极、太极两仪、两仪四象八卦而来。首先呢，我用这个太极图给各位看一下。好，这个一个太极图呢，这是阳。这是阴，阳就是风，风在上，风在上是阳，而水它是有重量的，水就下沉，水会下沉，它为阴，为阴，阳风是轻直的，它会往上升，好，水往下降。那么合成一个人也好，一个物体也好，一个个体也好，都是离不开这个法则。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叫做空，一个叫色空。啊，空气叫做空气，风它是一种气，我们才叫做空气。水是色界。看得到了都为色界，听得到、闻得到、尝得到、身体感受得到了，感受的都是为色界。你只能用想的，是为空界。啊，道理就是这么简单。啊，刚才我有一声无者一声，那是空界，那是空。啊，不是师父的胃不好，哈 啊菩萨的慈悲，啊，让我把身上的这个晦气，啊，让它下沉，啊，那把这个啊真气，啊，还有污浊的气合而为一，集在胃。当到某一个死程度，它就自然。啊，就吐出来了，有的会很大声，有的会小声，啊，但是出来以后呢，会很舒服。啊，若是各位你们要修这个法门，我可以教你们修这个法门，保证你们上气接不下下气，会将身上的浊气吐掉。啊，在好多年前。我们松涵弟子圣严长啊，因为他身上有九粒的啊这个舍利子啊，啊，而这舍利子在这里呢，在医学上来讲呢，啊，开始要化疗，很严重啊。我说，不然你修师父的法好了，啊，你念师父的咒，很简单，四个字而已啊，好，啊，你要。一次要练一炷香的那么长，那么你练了，就会将你身体上的所有的浊气会挤在你的胃里面，将你的病毒病菌的气会挤在胃里面，然后咳咳就吐掉了，就会一直好起来。好，这个有的如果没有欢喜信受奉行的时候，我就不会讲。啊，因为这个是咒，你要持这个咒的，啊，要有信心的。啊，我们在省议会，我们的师姐赖师姐，她是公关室主任嘛，啊，明天要娶媳妇，今天人病了，动不了，啊，那怎么办？我说你信师傅吗？我当然信。那好了，我电话中你开始早上开始一直持这个咒。香点在那边，啊，如果
干靠就躺下去，不然你就站着坐着也好，一直持这个四字的咒啊，你咒语呢，你一直练，啊，练到傍晚呢，那时候已经啊叫天人合一啊，将身体上的浊气就集在胃里面，化解出去了。傍晚亲戚都来了，起来开始料理明天啊去媳妇的事情。这也是风雨水耶，也是风雨水。那么蒸汽出来的里面风雨水的分子一起全部把它出来，所以我们人呼吸之间也都是风水啊，呼吸之间都是风水的法则啊。所以风水在我们整个人生，无论王侯将相、贩夫走卒，或是任何一个动物、植物，都少不了风与水。所以我们看到太极的时候，你有时候街上看人家画这个太极的时候，哦，这是风水的法则啊，这个就是思想啊，这叫做我们所讲的思想。空性在空界是思想啊，一尘不染，只有思想，不可说，不可说。啊，这个呢，水呢就是行为，行为水会流，水是下沉，水往低处流，所以它是属于一种行为的，啊，表达。而空气和水，风与水，也是在告诉我们每个人，我们都要感恩它，因为风与水呢，是我们最好的老师。早上起来，我们起来，我们要先感恩。早上起来，我都会感恩风与水的大师。风是大师，水是大师，哎，其他人都不是大师，哎，你们知道吗？风是大师，水是大师，因为风给人生命，水也给人生命。啊，早上起来，我做了一些啊，先感恩，上香。礼佛拜三宝佛、观音菩萨、老祖师尊，以外，我一定感恩风雨水的大师啊，他是我们最贴切的大师。若是一个人早上起来，啊，他不会感恩风和水和光的人，啊，他呢，啊，再怎么样修行，说实在都骗人的，啊，他说他是禅宗的大师。我也发觉他是骗人的，他是风水的大师也骗人的，因为他不知道感恩、知恩、感恩，啊，然后报恩，用所呼吸的空气、喝的水，啊，让我们身体上产生有活力、有生命，我们就用我们的身体好好来做一些有益于人与人之间的事。啊，那我们每天早上起来，首先要感恩的风与水的大师啊。所以风水大师不是人呢。啊，我们出了，我们做月季刊风水大师，大家以为啊是在疏忽自己的，啊，要称自己风水大师。我说你在如果说叔父称为自己风水大师的话，你在陷害我、诽谤我、置我于不义，因为我还需要风和水给我的生命。啊，那当然，风和水是大师嘛，人还是人呢。哦，我们这一点呢，有时候会搞错了。啊，所以风和水。在任何一个环境，我们都是必须要啊一个正确理念的了解，以后你要研究风水，你就会很快的进入状况。那么这个风与水，啊，这个太极图，风它是由下最小一直往上去，一直往上越来越大，哦，所以社会上。很多啊糊里糊涂的新闻，他小小的事情
他没有把它啊处理好，这样这结果一发啊，这个不可收拾啊，啊就变成太极的图啊，在告诉我们啊，我们小就要处理，要把它压掉，不然一直上来的话，变成一个空气，不好的空气啊，不好的思想行为等等啊，这个都是风水。我们这老菩萨来了，老师兄又来了，好，你放下，他也乘风而来哎，我刚才看他走路走得很快，他也乘风而来，这是风水法则啊，所以风你在我们身边嘛很近嘛，水在我们身边也很近，行就是水嘛，行就是水，思想就是风。所以风与水的法则弄错了，会影响一个人的思想，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。维新圣教维新宗苏澳道场，在国历七月。啊，昨天我们在八德乡。八德寺啊，演讲，啊，我们法师呢，啊，他这个提出一个有一个案例，啊，前面屋前呢有一个水下水沟从这边过去，啊，当然呢，房子在水离在这里，水离得近，发得快，水离家离近，好，啊，这一间个家呢。气比较旺，啊，就会赚钱，啊，结果这个家人呢，啊，他开始有钱了，他就盖了房子，把它盖出去，这叫斩妖。斩妖，啊，你盖上去了，盖出去了，水从中间流啊，从中间流。就斩妖，啊，就盖出去以后，第一，啊，败财，啊，第二，啊，这个伤身，好，第三，犯小人，小人家中穿过，啊，所以这三个理由呢，已经住不下去了。问我有什么方法，这个信徒师兄弟子们他有问我水有什么方法，我说做风和水从下穿过啊，那个急流那急流啊就成煞啊，这个急流成煞啊，成煞呢那么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你的，你看这个家阴的一直往下来，阴这个阴重啊，阴的太重太多的话，所以第一败财，钱一直聊，一年来聊很多钱几乎快空空了啊，第二伤身，人一烦恼吃不下，吃不下心脏就不好，心脏不好烦恼，烦恼呢开始肾水就虚，肾水一虚什么病都来啊，然后犯小人，下面有很多的脏东西，有脏东西，而且阴啊，这个阴太重，阴重的话就是小人，小人由下而过，阴重犯小人哦，这人呐，啊，在世间上往往不研究风水，不了解风水的时候，哈，啊，那个就很不好。若是你这个水很大，啊，你再盖到这里来，那个叫做锅脚，锅脚水败财
汗伤身体，常常会有掰咖跛脚这一类的事情会发生。所以我们前面有水沟，我们要退一点，退一点就等于人的下巴，人要有下巴。若是人没有下巴，这些牙齿水进去也吸收不了，懂吗？哦，以后若是各位你们要盖房子，哦，看到水很漂亮，啊，你盖的啊路把它跨过去了，好，你就直接盖到这边来，那一定是完蛋了，钱赚了，好，只有吃药而已。所以你要退一点，好，退一点，好，退多少？我们有七步，一个每一个人自己的脚和七步，七步，所以才有说七步莲花，七步的宽度，或是九步的宽度，然后这里你再开个门，龙水来开龙门，虎水来开中门，好，不能开虎门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风水很简单的天机秘。很多人说哎呀寸土寸金啊，你留着一些路，留着一些地，一些广场，让气有所吞吐，所以风与水啊，那么这个就是这样来了。你就让有这个，这个就是阳，啊，这里面就是阴，啊，阴阳才能调和，阴阳对待调和，否则变成孤阴，变成寡阳，孤阴寡阳也不生，啊，而败而绝，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以易经方式来跟各位讲解。啊，我们出去的时候看到很多很多人的这个吃亏。啊，我到日本山梨县，啊，到山梨县呢，啊，看过也看了一家，哎呀，这个大智慧盖的房子水要怎么盖？我问蒲台的先生，他说你不认识哦，不认识，他是石之崎的老板、董事长，啊，他的住家风水那么如华，啊，也告诉我们说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啊，逼近一步，到最后自己没有路可行，这也就是我们风水的奥秘。阿弥陀佛。